之后我再往前。现在正在过桥的是从台西线要接往七柄哦，这一个太雅大桥。那桥下面就是非常宽厚的一个南洋溪。好，那我现在照一下上南洋溪的上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回到了南洋溪的下游看一下，如果好天气的话，其实是可以看到龟山岛的哦，在南洋溪口出口的地方可以看得到龟山岛。